会刷爆。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排第一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凯道造势，炮火攻向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排名第十四王义川。现在居然说要抢救第十四名的那个王义川，每天在电视上完全在耍宝，表现得极其的 low 啊！提到这件事，开始骂人，说要到立法院抢救他，拿个酒测，每天要帮我做酒测在立法院。韩国瑜似乎觉得很委屈，口不择言。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也批王义川。王义川哦，每天抱在那边胡言乱语什么？哦，他就是蹭韩国瑜嘛，没有必要去蹭大家的声量啊、哦。我们就做我们自己。韩国瑜过去当市长，所耍的宝还不够吗？爬树、喝水。用膝盖走路是大家公认的耍宝天王。力拼政党票不分区立委席次，蓝绿战火升温。王义川来到屏东辅选，站上舞台回呛韩国瑜，当众下战帖，公开邀请韩国瑜来进行辩论，题目叫做韩国瑜是不是最会耍宝的政治人物。王义川翻出韩国瑜在担任高雄市长时期曾经爬树视察防疫等做法，再提醒选民一遍，蓝绿抢政党票，韩国瑜王义川直接开战。三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